大家好，这里是 Direct FPS，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特展快讯。第一则消息 ，VCT 女子联赛 Game Changers 欧洲以及北美的第二阶段已经打完，欧洲赛区这边又一次的由 Mimi 所在的 G2 取得了冠军，而北美赛区则是由 Florescent 所在的 Version One 夺得了最后的冠军。他们在季后赛的时候更是未尝一败，当家决斗者 Florescent 在决赛的时候更是打出了统治级的战绩，缴出了惊人的 1.56 rating。自身的生涯 rating 也来到了 1.42， 非常期待他们在冠军赛的时候 G2 碰头。来到今天的第二则消息， Valorant 电竞部门的全球总监 Leo Faria 在7月30的时候放出了消息，将在月底的时候宣布针对 Valorant 次级联赛的改制，是8月底不是7月底，并且会让锦标赛模式的系统更加完善。现阶段的特许联赛制度其实仍存在着一些缺陷，像是 EG 的 BCJ 选手在 Demon One 来到之前，在队伍里担任的是烟角以及先锋的位置，但是由于队伍没有出色的解体，加上 Demon One 能胜任不使动的位置， BCJ 被换到了替补，却又因为特许联赛制度的关系离开了 EG， 也等同于离开一线舞台，待在 EG 却又只能坐板凳，这对职业选手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TTR 的 WeDid 也发文嘲讽了目前的联赛现况，表示 TTR 向队伍里的人开出了顶级的薪水，$20,000，也就是60万台币的月薪，但因为成员们认为自己不配，所以拒绝了。尽管$20,000这数目有待商榷，但确实是有老牌战队 FaZe Clan 在每个月烧$300,000，也就是近1000万台币的情况下，宣布解散他们的男子队。一整年的努力就为了进入一级联赛，并且只有2年的资格，加上北美圈子高昂的选手工资，整个圈子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北美的赛评们认为，在目前的制度下，二级联赛的现况一点也不健康，不禁让人回想到了 OWL， 一个只注重一级联赛队伍并且可能即将收摊的血淋淋真实案例。在这个时机点，必须要有新的消息给予俱乐部还有年轻选手们希望，而不是只有 Premier 的等级制度。Version One 女子队的 IGL Mail 也在推特上抱怨道 ：“Riot 给到 GC 女子赛的曝光度实在是太少了，并不是要求说要像去年一样拥有高成本的预告片，但连新闻发布都没有，实在是太扯了。”此外，目前一级联赛的休赛期拉得太长。去年最后的 S 赛 VCT Champion 2022到今年的第一个 S 赛圣保罗 Lockin， 中间一共休息了4个月，期间一线的队伍间几乎没有碰撞。对于想展现的选手以及俱乐部是否该投资来说，4个月太长了，希望可以比较 CSGO 委托给 ESL 或其他组织办理一些民间的 S 赛。一切就看8月的时候 Leo 宣布的消息了，希望会是对于整个圈子的一剂强心针。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点轻松有趣的 ，VCT 冠军赛的主题曲已经出炉 ，Ticking Away 无情流逝。这首歌的 MV 让不少选手感同身受 ，BCJ 也发文表示这根本就是他的高中故事。其中有趣的是这个画面，3:11这个比数，大家想起了谁呢 ？PRX 看起来对这个数字不是很喜欢。Fnatic 在 Icebox 这张地图极限逆转赢下 Loud 的画面，大家都还记得吗？接着动画里面盖克起了大狙，大家有想到谁吗？那一天 ，Navi 想起了被盖克支配的恐惧。整部 MV 有不少的彩蛋，在原影片底下有不少网友讨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那来到近期即将开打的冠军赛部分，各队伍都已纷纷飞往 LA。Something 的签证已经通过，可以跟大家一起飞往 LA。画面里并没有看到 Benkai， 看起来是安心养老了。下面放几段 Benkai 的出场，怀念一下他。
And final, give a massive welcome to FPX and PaperX. It's hard to keep up with the kind of tempo as well that PaperX love to throw at you. And look at this. Oh, complete disrespect. Don't have a day in the office, it seems like the PaperX. What a timing for Mind Freak. Ben Kai.最后是 Aspas 转队的后续， Slasher 又爆出了消息， Aspas 曾向 Loud 提出加薪要求，但被 Loud 的高层驳回了，这也是 Aspas 与 Loud 关系降至冰点的主因。而且同时还爆出了 Loud 的合约里面最不合理的地方是， Loud 禁止选手拥有自己的独立经纪人，这对选手是非常不利的。目前台面上看到的大牌选手基本上都拥有自己的经纪人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这一切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去年的 Sassy 以及 Pancada 都是在离开 Loud 后才找经纪人与 San 签立合约，而 Loud 与选手们的合约直到今年的年底，与冠军选手只签立一年合约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据 Slasher 所述， Sentinels 已经拟定一份不错的合约准备要给 Aspas， 并且强烈斥责了 Mice Esports 的行为，表示 NRG 并没有向 Aspas 递出橄榄枝， NRG 对于 Artis 的表现是满意的。而 Slasher 认为 Tenz 在比赛的表现并不稳定， Sentinels 有 90-95% 的机会让他转为 Sentinels 的创作者，也不排除 Tenz 出走的可能。那因为大家都觉得 Tenz 在 LCQ 的表现不错，应该要让 Zeken 走，我在这边贴出他们两个在 LCQ 的表现，大家再自行比较。不过 Sentinels 在隔日也马上对这则消息做出了反击， 90-95% 的人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Tenz 也转推了这则推文，并附了一个海绵宝宝的影片。影片内容是否暗示着什么，又或者是刚好而已呢？ Who do they think they are? I've given the best years of my life to this place, and they think they can just fire me like that, like trash? I don't think so. 好的，那以上就是本期特战快讯的内容。如果有任何想法，欢迎在底下留言交流。如果你觉得这期的内容还不错，请帮我按一个大大的赞。那我们下次再见喽。